为到春联，桃园龙潭推上新街茶山鸭，桃园市客家师傅桥办的草堂会，希望透过龙潭茶农还有地方人士的讨论，大家乡下屯属于龙潭台北行文化，还有茶山鸭的发展方向提出来。一条茶农同地方文史工作者，详细地谈台山县龙潭茶园风化成发展建言草案的说明。龙潭台北行山区发展协会讲，台北行府区内嘅茶产业同客家人文风情一定丰富，希望大帮入嚟提案，提防每位配合计划向下来发展。啲系欠住两个，两个转体，两个香港两个观光嘅人潮啦，嗬，啊，记住啲白人嘅两个同两个产业嘅整合，嗬，不两个临近县市嘅乡镇居民了，地了喺台北行山区，利用呢啲文化体验。韩国你当地的茶人，韩国地形景观吼，用当地的叶渣呢，大家将它都结合起来，来推动规则的俩三甲水规则的俩茶山的情况。桃园市客家师傅邱讲，一摆草坛会是系先提出构想，希望用当地客家主题节庆，结合强人文创同产业发展规划方案，地方人士同叶渣提出想法，来做南摆提起整合的构想。希望所有的一只历史做得结合文化，做得结合产业。当然，青海目标就是自然语言恢复，诶，客家种个想法，客家个语言做得继续传承下去。客家局强调，一摆茶园风化酒店草坛会，除了会谈提防风个意见以外，还会同学者专家向下来讨论，签出南摆龙潭台山县客种发展个重点。大帮上夫交换意见，重新来面看下当地客家文化发展的目标。核心本罗恩泰，桃园报道。